当地时间14号，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，俄罗斯黑海舰队在黑海西北部海域发现不受控制漂浮的乌克兰水雷，就此发出航行安全警告。俄国防部说，乌克兰海军的不专业和不负责任，导致如今黑海水域漂流着数量不明的水雷，这对航运构成长期威胁。乌方对此事暂未作出回应。